调皮的。不会。快点，跟你解视频。空了，好比一场梦。这位水手先生去哪里啊？随着头粉去拍照片。你知道现在是怎样的一个造型吗？非常非常非常的，可爱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有点汪汪的刘海，期待哦。期待，我看一下，偷偷会走，看不清楚。所以你是喜欢可爱的吗？我喜欢舒服的吧，就不要攻击性太强，但偶尔可以一下，但明日还是。化妆老师点评一下，点评一下。你们妆法吗？就我们大浪乖嘛。刚认识的时候，他们比较奶凶。奶凶吗？然后熟了以后，他很乖。耶、yeah.。第一次有人说你奶凶了，我也不知道，应该没有吧？应该之前也有吧？在舞台上，粉丝有说过，对，但身边的人倒没有。身边是的。C'est bon。你要为这个水打广告？你这 C'est bon 的是什么？是什么？这法语这里面好像是很好的意思。那个石缝，那个石缝，好像是很好的。纯净，是纯净的意思。你可以。厉害，博学多才。厉害吗？石缝。如果我猜对了，今天请我吃饭吗，老板？石缝。很好，很棒的意思，没错，我说的没错。那我请你吃完了，老板。石缝，是石缝。哎，我还真是可以，没错。怎么读？好，那博学多才是你。Yeah, this is bon. Is 不会说翻译。听说等一下专访，就是还蛮辛辣的。你有看过提纲吗？没有哎，真没看过。这么厉害啊！全部都是现场即兴回答。不然呢？这样才好玩嘛。是 bon 没读错，是 bon。真没看过，真没看过。我到这没有看过。真没看过。这是什么？这感觉看上去很可口的样子。这是可爱宝宝。帕尼。不能吃啊，要累吗？累吗？有一点点。偶像能挖鼻子吗？来北京累吗？一点，有一点吧。因为不是，因为这几天排的有点满，对，跟北京没关系，跟我的行程有关系。昨天晚上开心吗？见了这么多朋友。开心的，没想到可以见那么多。对，大家都很想你吧？我觉得大家也比较想我，我也比较想大家。但我感觉我们见完了以后，就是我们的状态还是跟大厂里面一模一样，就很轻松，很嬉闹。谁知道昨天脱家带口脱出来四个 U 奈的，我的天，半个团都出来了。你鼻子上发痘痘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哎，难过，没办法。这叫青春是吗？不能说叫青春吗？但其实青春的这部分我不是很喜欢。不是很喜欢，不是很喜欢。这是不是本市中心的？我们这。开心吗？你在的地方就是中心啊。天哪，可以。那好，那我要去一些穷乡僻壤。去开发一下。对，开发一下。困了，天哪，睡觉的。昨天的拍摄，就是粉丝们都说。那套小水手装特别好看，你自己满意吗？我自己觉得，我觉得你们满意比较重要吧，你们满意比较重要。但是他其实那个细节做的特别好，你知道你的那个耳钉是一个浪子吗？他们跟我说，他说我有我们专属的属性，我还问我是什么，因为
阿口它是一个介质，它是 AKO 阿口、我还以为我是什么 CT 或 CDL， 没想到是浪，特别好看。Nice， 回去看看那个卷卷发的图，真是棒。是啊，加工资吗，老板？可以加。谢谢老板。加起来。北京行结束啦！啊，对，结束啦！结束了，我们现在要回上海啦！现在回上海了，我们现在往机场走了。哎，当心！还是蛮开心的吧？开心的。做了蛮多的事情，而且也见了小伙伴们，是不是？又发痘痘了。对，所以赶紧回上海好好调理一下。再战北京。再战北京，下次见。